怎样防辐射？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，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污染源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，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隐形杀手的电磁辐射。日常生活中，电脑、微波炉、电视机、手机等电子电器的普及，导致人们会长期接触电磁辐射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来有效防辐射：一、净化电磁辐射环境，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和频率。因为电磁辐射的来源主要就是电子产品，在使用电子产品时保持合理距离。二、栽培绿色植物，栽培一些绿色的植物也是不错的防辐射方法。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绿色植物主要有芦荟、绿萝、仙人掌等。三、多使用胡萝卜、豆芽、西红柿、油菜、海带等富含维生素 A、C 的食物，加强机体抵抗电磁辐射的能力。另外，饮用绿茶也有一定抗辐射的功效。